OK，那个答案对，Cheryl 对，不过要编standard form 罢了。所以找到答案了的，你可以 share 给我啊。这一题 volume 啊，很好。是吗？哈，喂，是哈，他不是要 KM cube 咩？哈，21是咩？哈，答案，他不是要 KM cube 咩？哦，yeah, it's wrong。那个答案是 in cm cube，对不对？OK，不要岔啊，千万不要岔。等下我教你一个方法变回去，你可以把，如果你要把这个步骤写下来，可以。那个方法可以编的，等下我教你。不过要等一下下啊。OK，大家，刚才我讲哈，我们不要一次过乘到完了才来编 KM 啊。那个话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OK，我讲回去，我知道应该会有人忘记啊。OK，1 km，是1000个 meter，对吗？OK，所以哈，就讲如果往下走啊，km 一 km 1000个 meter 嘛，所以哈是3个0，对不对？meter 变回 cm 呢，1个 meter 是100 cm，所以是2个0。如果我要跳呢，5个0了，对不对？大家，诶，等下，全部人在了吗？全部人哦，诶，少了一个人这样了。心仪啊，诶，心仪在，Matthew、Jasper、Cheryl、Anthea、陈恩，诶，全部在了啊。好，谁啊？就是 Jin 哦。OK，你看啊，如果我们直接跳 KM 跳 CM，你看得懂哦。乘三再乘二就是乘5个0，对不对？学一下这个，我们可以快的啊。其实啊，OK，相反的，倒转回来走的话啊，倒转回来走，CM 要变成米，就是减二了咯。米要变回KM 啊，就是。减三了咯，因为其实是除。以前我们是学乘和除，现在我们要用更简单的方式，其实不用除了，乘 negative 就是了，就是除了。其实，OK，所以其实是 cm 要变回 km 啊，要乘减五啊。你看到我写乘减五对不对？每一个乘十减五，乘十减五变了 km 先，OK，现在有个问题啊。为什么要这样麻烦？这么不可以一次过变呢？等一下，等一下我算给你看为什么不可以啊？OK，我们先算好答案先啊。所以这个是20×10.5，就是变了 km，这个变了 km，这个变了 km 啦，乘在一起，对吗？啊，其实本来是这样是一组一组一组，你看得懂哦。把现在如果这样做，我们之前也是学了咯，号码跟号码乘啊，周末 Jasper，那个是六，哪里？哦，那个是六，哇，幸好，哇，你的那个感叹号用到很及时，哇，幸好，如果做了的话，Oh my，就要重新算过了，OK，因为我关小看不到啊，幸好你的感叹号来到很及时，OK，大家，所以啊，我把号码跟号码乘啊，现在啊，这一个乘这一个，这个十啊，你讲着你喜欢啊，你要跟他们一起做也可以，你要跟这个20跟6一起做也可以，怎么办？哎，都可以啦，都可以，真讲真都可以，不是我随便啦，确实是可以啊。OK，1200，OK，那个减五啊，有3个嘞，乘法就是讲要把它们加起来，对不对？减五，我写长了啊，这个你可以不用写的啊，加减五，再加减五，基本上就是，我很想把这个拔出来啊，等一下先啦，基本上就是减五减五减五咯，减15，对吗？现在。啊，对，减十五，现在要把它变回 standard form 1.2来的，说它总共移了，原本的小数点没有小数点，就是在后面啊，移了一二三个位啊，说我们要加三还是减三？原本那么大，当然是加三喽，对吗？要加三个啊，说减十五加三，就是减12了啊，答案了。Yes，所以现在是正式的 km cube 了。
OK， 单位给他。这一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哦，抄起来呀、啊。如果你来不及消化，因为有时啊，老师讲哦，其实你明白了，只是还没有消化进到碗里面，所以你要自己去哦，慢慢过后你再消化啊，你再领悟一下，它就变成你的东西哦。现在比较复杂的东西是我一教你，现在还是我的东西，我只是在直接教你，它还没有进到去。我跟你讲。如果你很熟了就没有问题，如果你刚刚学到可能你要写下来，因为你还没有消化的。其实其他的单位也是这样，你自己辩论你知道吗，要除的你就写成 negative、啊、要乘的就照平时这样。 OK， 在你抄的当额我会在旁边写，如果我们乘了再辩呢、啊、它是怎样呢、啊、OK， 乘了先就是1200是吗，262多两个零，对，这个是 cm cube 啊。 OK， cm cube 要讲变 km cube 哈，注意啊。 OK， 如果抄完了的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东西，看啊，如果我们讲哦 cm 变 km 呢， cm 变 km 总共乘五个零咯是吗，你注意啊，给你看一下为什么它是错的、啊、减五，你看它答案是不是这个，不是对不对，减五减六减五加回三、啊、这个是 1.2 什么乘十加三、啊、减五加三减二来的、哦、差几远，你差了十个零你知道吗，看到吗 OK， 为什么会差了十个零啊 OK， 我要擦掉这个了，为什么会差了十个零，这样多的 OK， 基本上是这样的。擦完了吗大家，我教过这个东西了，几多个零？我们不要管那个 standard form 啦。一个 meter 100 cm 吗、啊？一个 meter cube 是几多 cm cube？ 几个零这里？有印象吗？这个写到很下面成 n 看不到的是吗？嗯，对了，很好。OK， 我可以 clear 掉吗？全部 clear 掉啊，我擦掉啊，全部啊。有谁还没有写完吗 ？OK， 注意啊，我要解释一个概念给你啊。说、so, 刚才学了我讲，你不用擦掉，因为可以直接变，是可以的。怎样直接变呢、啊？你要很理解这个道理啊。我讲过一次啊，一米是100 cm， 哈、哦，所、so, 以一个 meter square 是几多 cm square？ 如果 square 只可以变回 square 的，不可以讲 square 变回没有 square 的、啊。OK，square、okay? 只可以变回 square， 怎样变呢？它原本是两个零吗？这个二就是讲你要双倍的数量的零，两个零就变四个零了。这样 meter cube 怎样呢？这个两个零哦，三倍的数量啊，两个零要变六个零了，一二三四五六。这样的话你能理解哦 ？OK。我们换一点点东西啊 ，clear 掉一个 km 几个 cm 啊？刚才五个零对不对？五个零哦，所以一个 km square 几个零哈、啊？现在你知道 standard form 的用途了吗？我们不需要写十个零，我们只要写这样，对吗？哦，这样一个 km cube。几个零看得懂哦，五个零的三倍啊，十五个零看到吗，所以你可以变，但是你要留意不可以只是变五个零啊，你要变三倍的五个零啊，就是十五个零。相反的你要倒转回去怎样啊，一个 cm 讲了哈，这个哈、哦、你要变回 km cube 的话、哦、你要乘十减五啊，你知道吗，你要变回的话你要乘十减五啊，因为你要变回去嘛，明白哦？啊，就是这样罢了，它的概念就是这样罢了，我要跟你讲的是 OK， 两倍三倍的零来的。所以呢如果你不熟悉改我在讲的东西，我相信 Form 3可以理解到了， Form 1都还有一些人不能理解，所以我就没有教这样仔细这个，我教他们一定要换了先换了先换了先才乘在一起这样咯、啊、因为一个一个换大家会吗 OK。好了大家，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啊，这个我讲到哪你就哪里，剩余的我直接把答案丢给你，你可以自己 try OK。
这一个，所以这个 express 啊 ，in 这个是 PD3 的类型的题目，它确实会僵处啊，这个算是给我们分数了的啦。所以我一直很关注你到底会不会把变 standard form 罢了，其实因为其他东西可以按 calculator 的。心仪会变吗？这个 standard form 是怎样？按答案给我。心仪跟 Matthew 啦，心仪跟 Matthew 这个啊，这一题，哎，哦，有两题，都可以啦，你回答第一题先啦。OK， 这个是叫我们呢把它变成一个 uncovered， 你记得吗？一个 significant figure 就是只有一个有意义的号码，从前面的号码开始咯，最前面的号码就是这个三了，是吗？所以你就要看第二个号码要不要进位，要进位哦。啊，对了，很好。OK， Matthew， 你还没有给到我答案呢。零点零零零零，请大家写回，四要写回，请问四后面的零要不要写？啊，不要写啊！小数点后面的零你写了，算是两个了哦，你知道吗？不可以写啊。好，第二题，如果是普通号码，不是小数点，你就要写啊。对了 ，OK，standard form 啊，说 standard form 是什么 ？standard form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号码在小数点前面，你要把它变成 3.8 就对了。怎样变 3.8？ 看它原本的小数点，你跟它移过来，原本小数点在这边哦，所以一、二、三、四、五个位，我们知道是五了啦。问题是加五还是减五？这个怎样看呢 ？Matthew， 加五还是减五？这个我写好好给你们 type。因为你我知道你不懂要讲台，我看到一个答案了，还有吗 ？Matthew， 还有谁 ？Yes， 对，你不懂的话要讲啊，我会谁还搞不清楚？你可以讲，姐姐可以不会再解释一下？还是讲姐姐我不确定，谁不懂啊？现在啊，因为已经剩下最后的题目了，你可以 direct message 我。Matthew， 你有在思考还是你在回应我吗？哦，对，是捡来的，很好，说是捡来的啊，因为它真正的号码，真正的号码是小的，小的号码就是 negative 的，这样啦，你这样记啦，对不对？其实它不是 negative 啊，就代表它的它小数点啊，哦，因为这是除来的，其实 OK， 所以对了啦，这个是没有步骤的这种题目，直接写答案 OK， 我 clear 掉了啊，3.8×10^5啊，好，大家我们再看其他的题目啊，跟刚才差不多一样啊，说这种啊，他会教我们这样的，对，这种比较常出，其实刚才那个有点太简单了，这种还蛮常出的 OK， 他给我们一组东西就对了啦，叫我们算了，然后呢，他讲 bunda gan 变成两个 uncovered 啊 ，round off to two significant figure， 所以哈、哦，它只是两分，对，你要把它写出来先，当然哈、哦，写出来，它两分题来的哈，你不可以直接出一个答案啊 ，OK， 你要给它一些步骤，其实哈、哦，要看它的 schema 是多少，说这个你按给它了哈，3.1×1.43是多少？这个讲真，我觉得可以 skip 的。这一个步骤啦，我觉得可以 skip， 要看它的 schema， 但这个应该是没有分的。它的分数在这边 0.0668， 这里有一分，第二分应该会在最后，就是在最后答案咯。 Round off to two significant figure， 说、so, 两个啊，就是要看一二，看第三要不要进，要进67 OK。所以这个呢，大家留意一下啊，我讲的是多数呢我看的考题啦哈，它的那一个 marking scheme 那两分会在这边跟这边，所以这个如果你要安全，你就写给他了，反正也没有多少步骤不了，只是我给你知道它分数在哪里，就是它的真正的答案，还有你 round off 过后的答案。OK， 第二题一样啊，变卡乐了。OK， 我写一下 8.8×0.8， 真的你看到没有嘞哈？我
有的人会看不到下面这边哦，不为什么被顶掉了，看到了，OK，OK，这种也是，这个你自己留意啊哈，你不确定了你就一次过按答案了啊，因为要先乘除的哈，肯定。88，你不确定，你把整个按进 calculator，可能你还会对的这个，OK，说8.8减掉这个0.704。你给8.096哦，是吗？这个之后会讲回嘛？可能这一课会比较少讲回，因为这样多课里面啊，这一课是属于比较简单的。可能我们会做那种总复习啊，总的练习啦，常常练习，然后有一两题这样的啊，可能会讲到一下，不然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讲到的。你看第一课很多东西复习，是不是？第三课也是，就这一课就少了。OK，不要紧啊，你可以看有哪一个 part 不是很熟悉的，你再给我知道，我再教。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算是快了，我们总共有9课，然后每次数学都教不完了，所以为什么每一次数学啊，12月是一定要开始的，就是讲每次教不完了，我跟你讲。OK，所以这个呢，他讲 round off to two significant figure，两个 uncover 的 d 哦，所以我画了一二。看第三个要不要进咯？答案了咯，答案是8.1。OK，答案是8.1，后面的就不要写了啦，小数点后面多余的零不需要写。啊，小数点后面多余的零不需要写。OK，可能会忘记前面的哦，对，因为没有 print 出来，是不是？这是一个问题。刚才哦，我不懂有谁先进来，谁迟进来啊？我忘记了啊。今天我一开始之前我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哦，我们3月啦，应该会继续网课先。如果有改变，我会再跟你讲。因为其实我有跟很多中学生来讲啦，因为我是有小学的嘛，你们没有看过他们是在别的中心。小学的嘞就有很多要回来，可是中学的大部分的人都不要回来，他们都要网课，所以我们3月会继续网课先的。4月就看学校怎样咯，学校开我们应该会跟着开了。OK，clear 掉啊。好，这一个哈，两个，他讲变成两个 uncover d 啊，两个 significant figure 啊，说这个不是小数点的号码，你就要这样了，一个两个，看第三个要不要进，要进一二，后面要写回零啊，小数点后面多余的零不用写，可是 normal 的号码。后面的零要写回啊，就是这样吧。后面的号码你要变成零写回去，它意思是这样。OK，这个也是没有东西的。C 二纯粹是他讲哦，sorry，我讲到完它，我会迟一点点啊，29分了。它一天里面呢生产200千，就是20万包糖。OK，每一包糖是这样重啦哈。算总数。算总数用 kg 把它变 kg，所以哈、哦，这个怎么写呢？我写在这边啊，200千，OK，乘11.5，needed 啊，这不是 needed，应该是 produce 嘛，哈、哦，不要紧，他问的是它产生出来的，变 kg，gram 变 kg 相差3个零，对吗？把其实 gram 变 kg 是要除的，对不对？我们就写减咯，不用写除了。就这样罢了，因为刚才这样做出来是 gram 嘛，我要变 kg，我就乘十减三啊。OK，说这个用 calculator 按，3分了，000乘11.5乘十 power 减三，OK，2300，OK，2.3乘十，大的号码来的啊，所以 positive 的三啊，kg 了。OK，3分了。其实它3分这么这样短呢，因为我已经把它的重要东西放在一起了。你可以分开来做的，你可以先把 gram 变 kg，然后再乘在一起是可以的。这里会有一分，答案会有一分，还有变 standard form 会有一分。OK 啊，所以你写完了这一课我们就完了啦。啊，
你可以在你老师教的时候啦，我觉得也是好的。either 我快或者是老师快嘛，如果我快的话，说到了老师教的时候，你就当第二次复习，你发现有哪一个部分是有问题的哦，你可以问我了。这样的话，因为你更了解了。有时第一次听啊，我们连要问什么问题都不懂，是不是？因为根本不懂有什么问题。OK。其实我的目的是要快过老师。如果是平时上课啦，哈，我不一定会要快过老师，可能会跟他一样。可是我觉得网课哈，一定要有一个快一个慢，所以你们可以学两次，因为网课比较难专注，我理解。你就要学两次咯。OK，大家如果写完了，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哦，你们还没有 start？对，因为第一个 chapter 很难，对不对？老师会用比较多时间在第一个 chapter。第一个 chapter 我看我会花一点时间再复习一些重要的东西。But 你不可以只靠这边啊，那个真的是需要靠两边的数学，要做了。OK，大家，我们先到这里先啦。OK，拜六见啊，拜六啊，陈恩啊。OK。拜拜，不客气，拜拜，晚安。哎呀，晚安。